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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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每次经常有事没事就会问我，这样子不多。哎，袁弘，你生日几号？然后我每次讲了他都不记得。啊。这次他生日，我最大愿望就是他能记下我的生日，然后等我生日的时候来上海来找我。好。哎，好好拍戏啊。嗯，多拍几部，像《少年杨家将》这样的好戏，都跟你合作，对，然后都跟你合作，只要是都有机会跟我合作就好。对，一直把烂的都放到盘子上面给我。对啊，我还没有举七郎呢。啊，来，七郎过来，你们一起。那新娘在这里就祝七郎什么呢？祝愿他的每个愿望都可以实现。七郎来喽！来。说嘛？就祝愿七郎每个愿望都可以实现。哦，刚才袁弘的愿望是你能记住他生日。对对，你每次都不记得，快点记得哦！快点想啦！天蝎啊！你看又记错，而天平。我还有一个愿望，希望他能记住。记住我是什么星座的？袁弘是十一月，核实一下，等会儿。九月，八月，差那么多，差太多了吧？差太多了吧？对不对 ？Brother man， 错了。耶！啊！他打他，打他，有错了吗？袁弘不像，不会啊，袁弘不像处女座的人啊。其实他知道，故意就故意，真的。好，开玩笑，小哥知道，他其实七月二十一。那几号？那到底几号？八月，他是八月没错，他是八月。哦，你的记性真差。他是处女座，不像处女座啊，不像处女座。虽然是像狮子的狮子座啊，其实很像处女座的，狮子座的很那个。Brother man， 你们这帮洋妹，你下来。啊，开玩笑，十八，不会错了。啊，到三十号吧，真是的。一会儿来说一下，一会儿来说一下，我脸上差不多太多了，那就不行啊。他说让你去上海找他。有啊。分给导演他们啊，先给。哎，就是啊，就是。避免，避免，避免，避免可以吗？哪一个是你们吃最苦嘴的地方？这边好。这块就给导演。对对，这边那边还比较干净，这边是镜，是好啊，对，这边对，好好看哦。还有吗？已经把黄桃已经没有了，草莓也没有了，草莓被拿走了。我们是瞎子。我们这群杨家狼，那个狼，我们给导演。给导演，去吧。好了，帮你给，继续。离脸近一点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就知道有人使坏。等一下，不会啊，那个。王俊刚，拍照。对。太不好意思，恭喜我。啊！一起打，一起。来，这照片打打。哎呀，录影吧。在录啊。我也在录啊。录影，我们干嘛录影？你干嘛僵硬啊？可以截照片，截照片，截照片，拍照吗？一二，为了要给小宝做生日啊，我们这边有个提供一个娱乐节目，请袁弘耍一套杨家腔。好，洋人耍杨家腔，献给小宝。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两人进贡杨家嘛，对。好，袁弘不要老吃蛋糕啊。吃饱了他有力气。袁立奇来，袁立奇。哎呀，还吃。这是辽国国民向大宋臣服的一个表率。不要飞过来哦，就这样。哎，没有，哎呦，你真的会？我也会啊。我这个。太夸张了。大家原谅啊，基本上他是辽国人，不懂得耍杨家将是对的。如果他耍得很好，大众就完蛋了，明白？这个我多拍几张照给你看。嗯，加油！你别问他们，都很大，你们那边。
爹甩一个正门脸，你想吧。对，老爹快点甩。给江苏信对不对？可以锻炼身体。来、哎，老爹来。不要！如果老爹这种，我会太开心，会开心的。好乖哦，黄女士。小宝是我们这个杨家将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小儿子，不是啊，所以从爸爸妈妈到几个兄弟啊，都最疼他的。然后呢，他跟八妹嘛，一个男一个女，男的我们是最疼他，女的最疼八妹，所以他很受宠。今天生日呢，大家就当然就全家总动员，不管有没有拍戏的，没拍戏在家的也是早上9点钟就起来了，整好妆到片场来，然后现场就已经拍戏的也都来了，帮他做个庆祝晚会，那么庆祝生日会这样。好了，这个片场也很难得这么温馨，对，杨家人就是这么的团结这样子。来，走，所以祝福他这个演艺生涯，这个每年都在，往上爬，哎，往上奔，然后自己越来越茁壮，将来是一哥，对不对？内地的一哥，赶上你，对。你不要这样。赶什么？赶上你啊！到时候赶上我，他已经赶上我了，没用了，我做他爹就行了。有子如此，我心已满足啊！够了。好。哎，你这边，近一点，开大快，近一点啊！教你，好想吃哦！有在录影吗？有，要交杯吗？咬吧，赶快咬下去啊！想当他妈香啊！刚胡歌这杆枪刚还擦过马大便呢。对望了。深情款款点啊！在这边好吧？再近一点。啊，来，一，这边。这空调就没有关系。唱歌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Eddie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许愿。好黑呀，我这里。然后，先许愿后吃。对。好久哦。好。吹蜡烛，好，要我好要哦，刚刚就应该打了，可是，哎，现在可以打吗？现在你们要吃吗？来，我谢谢你们吃。要啊。什么切法？什么切法？方的，有点快。嗯，方的。聪不聪明？聪明的。站着还切很多块，真的很聪明。以后我也这样切。我哎，杨家七郎。嗯，对，聪明伶俐。来个现场，咱们有多少个？小心好了，好像鬼哦，这，好像鬼哦，真的。快点让我吃个青椒毒。你看，好像。让我吃个青椒。对啊，因为。哦好。谢谢你们。完了，我又讲爆了。